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了解药师如来第十二大愿，也就是他圆满的最后一个大相，就是第十二大愿己十二得妙依据愿。那这第十二大愿主要要讲的是众生生活里面啊四大相十一这个一上面的不足，药师如来的愿是如此的。了解一下经文，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闻蒙寒热，昼夜逼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庄严具，花蔓涂香，鼓乐众伎，随心所问，皆令满足。这药师如来他的第十二大愿是说当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我得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如果有所有的众生诸就是多种类的众生，那他是贫，也就是贫穷，困就是没有，不一定贫就会困啦。那这个地方就讲不足啊，贫无衣服，他没有衣服。还有呢，环境里面很恶劣，有一些虫啊、虻啊。蚊虫的意思，这种小飞，这种小小的那种会飞的那种小动物啊，这种小小虫，那蚊虻啊，或是环境里面呢，气候的变化里面啊，有寒热那种，让众生感受到非常的难以适应，昼夜逼恼，而且呢，他没有福报，不能够脱离这种蚊虻。跟那种寒热那种环境不得脱离了昼夜之间呢，都让他很不舒服，逼迫他，恼害他。那这些众生呢，如果闻我的名，那就是药师如来的名号，专念受持，专心悬念而好好的加以持守，如其所好，那个慢慢的他就会有所改变。那就会如同他所想要的那样子的环境啊，即得种种上妙衣服，那亦得一切宝庄严具，也能够感得一些所谓比较庄严的宝贵的这些用品器具，生活所需，甚至于更提升到花蔓啊、涂香啊，还会有这一些所谓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能够有鼓啊、乐啊、众伎，敲敲打打的啦这种音乐的享受等等的这些，随心所问，随着他心里想要的，这样能够得到满足那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他能够游乐，也能得到满足。那这一愿呢，我们读这个时候就想到，怎么可能呢？我专念受持，然后最后我就可以得到。其实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众生的所谓的贫呢，有些时候是过去生过去是来的，有些时候是心中的不满足。所以我们常讲啊，知足常乐啊。知足的话，纵使你有一件衣服，你也不觉得自己贫呢，你也不觉得。那如果说你心中的贪欲啊，贪欲很强，欲望很高，很多东西你都还是觉得我很少，我不足啊，我很穷啊，这种我们就听很多啦。有的现在的人呢，这个生活所需的水平比较高，有的人呢，他有比较简单的这个交通工具一代步，他就说：“你看我们家这么穷，穷得好丢脸呢。”大家就问他：“你们家有多穷？”我们家都是中古车，只有三辆。
这叫只有三辆，或者说我都买呀、啊，哦，那几年了，这好穷哦。你像我们同学都开进口车的嘞，穿的都是名牌，我每次都要买199、299、399、599，这种其实是富有的平民啊。真正是什么去比邻啊？所以贫有些时候其实是心理问题。那这个地方讲的当然是真实的贫啊。他说没有衣服可穿啊，而且有很多那种小虫啊、飞虫啊、那种苍蝇的东西啊，在环境里充斥的。那你热也没办法离开那个环境。像我们现在福报是不是很好啊？你寒有暖气啊，要不然有热电毯啊，有羊毛衣啊，什么东西好穿？那你热的时候呢，还有冷气好吹。那环境好一点的话，可以到避暑胜地去。所以这个就是能够脱离而不逼恼。那我们看到很多现况中啊，是不是有很多一样是地球啊，一样是娑婆世间，是不是有些区域有些地方食物不足啊，饮水不足啊，那找到一个清净的水都不可能呢，更何况它还有多少什么物质上的享受，连水都难得喝啊。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活动叫饥饿三十啊，是不是为了要体悟这些环境根本就是基本上连活下去都有点困难的区域，是不是？所以像这些人来讲，一样是娑婆的世间，一样是一个地球，它却有不一样的待遇。我记得多年前呢，看过那种报章杂志上面呢，那在一个这黑皮肤的非洲裔这个小女孩，那放在这杂志的封面呢，她这个黑白分明这种无辜单纯的眼神，那远望着远方，身体呢是真的是枯瘦嶙峋，是不是很瘦啊？那脸上啊沾了好多好多的苍蝇，是不是？你难以，你在这个画面上一看，你难以去感受他真实的那种身心，在这个那个环境里面，他不可能逃脱的，他不可能离开那样子的环境，没有水，没有食物，出生就只有饥饿。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都实况哎，真实的存在哎。那我们现在的台湾呢，大家生活环境都不错，小孩子都长痱子，你都会很心疼。哎呦，这卖人个人在生肥啊，是不是？那过去呢？那过去的年代，长痱子稀松平常的，出门哪有什么阳伞好遮，什么防晒乳好擦，根本就没有啊。那每天啊，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还没有鞋子穿呢。那沙滩上啊，哦，那真的像那个热沙啊，真的要在上面跑过去啊，都要去找那个海边啊或沙滩，都要去找那种有长那个草啊，就看准下一个目标是那里，就赶快跑跑跑跑下去，哦，站一下那个脚啊，跳一跳跳一跳，才不会长泡，都是这样子过的，对不对？那头上还有什么遮啊？那回去这个肩膀啊，这个肩膀背膀这个地方，一天到晚都马在脱皮。衣服就只有两件呢、啊、真的衣服就只有两件，夏天呢、啊、那这件穿了，那晚上啊那还小，妈妈就得洗啊，第二天呢就换另外一件，那、啊、再换另外一件，再换另外一件，都没有第三件呢、啊、可是还是觉得很幸福。心理问题，因为我们基本上环境里面的寒暑这个东西啊，我们还有基础上可以去保暖。那树荫下就好快乐啊，那树荫呢就有那个蝉叫鸟鸣啊，是不是都不会觉得它有多热，因为我们肚子能饱。那还有那两件可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那这个是连衣服都没有，而且小虫很多啊。那这种其实跟果报是有关系的。那大家如果了解这是因缘果报，你就会认真的去思考自己
心中的那个价值观，那个标准，那慢慢受持，自然你就能改善。所有的人，其实当你知道你的问题所在，只是时间的长远啊，长短，你就会自然慢慢去向离苦得乐，会去改善它。所以像这种哦，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可说，就是你认知清楚这是果报，那你就会慢慢的学习，那慢慢的柔软了你自己的心，你把要求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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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那所以呢，透过这一愿呢，我们就知道药师佛他这是有两重的深浅的。第一就是贫穷无依的众生呢，有情众生，药师佛愿意施医给他，让他能够得医。那进阶的呢，如果呢他对于环境里面呢有喜乐于装饰豪华的，这个药师佛也会满他的愿，皆令他满足。当然要补充的，满足之后呢，就是要带引他进入佛门呢，佛法啊，那毕竟解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一愿是先透过布施等方便的善巧方便，充分的满足众生的现世利益，最终是要引众生向佛法之门。那如果里面有你已经基础上的生活必须满足之后，有喜乐啊，那要装饰豪华提升的，那就是以欲勾牵嘛，先以欲勾牵让你满足，后令入佛智。那我们事实上从一般的家居生活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物质啊，福报的条件。俗话有一句话叫“富润屋，德润身”。其实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屋子啊、装饰啊、装修的都颇好的，基本上衣食是无缺了，还会有一些多余的这个所剩的这些财产啊，这些资粮来装饰自己的屋子，是不是这样啊？那过去呢，大家都知道嘛，十平的屋子啊，住一家子，洗澡也在那里，煮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那一间小小的屋子，大家挤在一起。那一二三四五六七，看你几个小孩这样，一个一个拍下去。啊，长大的时候还很怀念小时候那个窝在一起的感觉。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现在人是一个人一个房间，两个人一个房间，都有时候嫌对方的音乐我不喜欢听。都会还会有冲突。啊，甚至于自己拥有好多属于自己的。那以前都是共享啊。以前家里是共享一个脸盆，从第一个洗到最后一个，一个洗澡盆也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去洗，甚至于洗澡水都没换的，是不是？好不容易烧了一锅热的洗澡水，第一个洗一洗，第二个洗一洗，冷了再加一两瓢继续洗，这种日子就是这样过。那基础上那是衣食的标准嘛，但主要是食物，这个食物食物能够饱足，就前面的一愿呢。那第二个就是能遮体，那衣服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但越来越富足的时候，就会在衣服的质料款式上面做文章。但如果你基础上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可以保暖遮体嘛。那以前呢，我们有看过故事啊，说有一户人家，他好穷好穷啊，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就只有一件衣裳，所以呢，现在丈夫要出去做什么事的时候，那丈夫就穿了衣裳出去，那太太就只好躲在家里，有人来的时候就包着棉被，因为不好意思看到身体。那这个太太啊，如果需要再出来吹煮的时候，丈夫就要在房里啊，那他就换了那个衣裳才能出来。这样子我们怎么说是因缘福报啦，是没有错啊。那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衣服的这种讲究
已经到了无法无天了。现在款式啊，数量啊，色泽啊，质料啊，样样都有自己的标准啊，是不是这样？那在经典里面，其实诸佛菩萨都是知道众生心呢、啊，但基础上都一定是救贫啊，那救病者。它并不是要满足于让你无限量的永远供给于你，而是你最后要知道这是原因出在哪里，那你会修。那出家人呢，世尊呢，他就规定了，就规定十跟一上面呢有严格的规定啊。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一呀啊，在修行的话，那你对于一的这个概念啊，要慢慢放淡，要放淡放淡。那说这个一啊，经典里常讲啊，天一啊，就是讲啊，我们世间的衣服啊，其实人福报越来越好，衣服越来越轻啊。啊，小时候啊，一件衣服好重啊，真的好重。雨衣的话，那个也是很厚的那种啊，很重。那因为我们在海边啊，风很大。你不能打伞的啊，它会变那个伞会增加很多张力啊，你会被吹走啊，然后伞也不能撑久，要穿那个雨衣呀 啊，那小孩子一直长一直长，对不对？啊，开始那雨衣啊很长哎，都还要折起来，又黏的啊，这样缝的啊，慢慢一直长一直长，它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又没有的以前没有雨衣，那要定做的啊，雨衣好重，雨衣跟书包一样重。每次都带三个重的东西，一个是水加便当，那另外一个书包本身，再来雨衣一件，很重啊，加起来都快自己半个身子那么重啊。那可是那个日子过起来很艰辛，可是自己还觉得很幸福，因为别人没有雨衣，我有一件好重的雨衣。那现在人呢，越来越轻，以前的那个大衣是不是都很重？那现在越来越轻啊，什么羊毛啊，什么毛啊，那这样慢慢的越来越轻啊，越来越柔啊，是不是？所以越来越往上。那在《阿含经》里面讲啊，是天王衣重半两，这天界啊，越高越高层次啊，他们的衣服啊就越轻。刀立天的衣啊，重六珠啊，那天人的衣重量很轻的意思啊。那佛经里面啊讲啊，天衣无缝，在讲啊，天人所穿的衣服啊，它的值跟重量都是极好的啊。天的层次越高，他们的衣服越轻。大智顿论里面就讲啊，色界天衣无重相，而在色界啊，因为色界是精神层次的啦，所以精神层次他们的果报啊，已经不像我们这种粗重的色质身了，我们是欲界。所以他的衣啊，他没有所谓多重多重，连这个都不会去思考到。那欲界的天衣从树边生，无履无枝啊。那欲界也有六欲天嘛，我们欲界现在是最低的，娑婆，再来天嘛啊。那所以欲界的衣服啊，天衣是从树边啊，那你想要的时候在这里就有了。无履无枝就是他不用车缝，他是没有车缝的。所以天衣啊很殊胜，无需要缝制，所以没有缝合的线，所以叫天衣无缝。啊，这最早天衣无缝是这样来的。那阿弥陀佛的48愿里面呢，38愿他也讲：设我得佛，国中人天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服自然在身。若有裁缝。染至晚着者不取正觉。他说啊，如果生到我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他想要思一得一嘛，思十得十啊，自然再生就有了，所以他不需要裁缝啊。如果有需要裁缝啊，要洗涤啊，这些不可能的，不取正觉，因为那是一个意识生的地方。那我们后来天衣无缝，就拿比喻啊，事情做得很圆满呐、啊，文章写得很好啊，很流畅啊，叫天衣无缝。
事实上天佑峰最早就是在讲我们果报不同，义不同。那话说啊，这个世尊啊，他教我们真的要食衣住行各方面就要能超脱我们的局限，并不是说我今天衣服穿得越轻越薄那我福报很好那这样子我就是属佛啊，不是，这要由修行而来。那像出家人的话，他都是粗布衣裳啊，叫衲衣啊，这个衣服啊都是最原始的材料。那世尊根本就不许这些弟子们在衣服上面呢有这那种欲望。所以他说啊要穿粪扫衣。现在啊现在是出家师父已经不再使用粪扫衣了。那当时物资是不够的。所以出家人要穿的叫粪扫衣，又叫百衲衣。啊，这些布啊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被舍弃于粪尘中之破衣跟碎布，洗涤后做成的袈裟。当时呢有人呢供养大大的一块布，然后做成袈裟。啊，这环境不好，也有人把这个袈裟也偷去了，改造成他自己想要的衣服。后来世尊呢就规定啊，那你去捡回来的布啊，就是这些布，然后因为没有办法一大块嘛，所以就捡啊，裁剪成小块小块，把它拼凑起来，只要色泽相当，然后可以再染色啊，那就是出家人衣服最早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些布从哪里来呢？根据十诵律里面讲啊，这些布从有四个方向来得到这些布。第一个是包裹死者而弃于墓地的冢间衣，人死了是不是就是布包一包啊？啊，包一包，就要以前的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啦。我们现在埋葬法有很多啊，我们这里是使用什么火葬啊，跟土葬。过去是不是土葬？那土葬的话，就可能才就有这亡者的东西在旁边。那如果火葬的话，是不是一把火也是烧掉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他个人的衣裳，有时候还会就捐助掉啊，或是晚辈去捡着来用，就是惜福嘛。好，那很多人根本也不惜这个福了啦，就觉得款式够老旧了，上一代的或是病患的。那在过去呢，包裹死人的这个布啊，他们会丢在这个坟墓旁边啊，出家人就是给他捡回来洗一洗。那第二种是包裹死者而布施给比丘之出来衣，有的是包裹死者，那你死者要埋葬的时候，就这个布抽起来，然后就直接给这个比丘，这个布你们要不要？因为总是会有失水啊，还有生病，可能有一些菌，对不对？那第三种是在聚落中置于空地而无所属者之无主衣，也就是在聚落就是有人住的地方走动，然后有人那个布是不要的，那你可能家里的床单太旧了，或是什么东西啊窗帘不要了等等的，这些废弃的布、废弃的衣裳，那比丘把它捡回来啊，捡回来之后再裁剪成一块块拼起来，总是款式不适用嘛，对不对啊？那第四是舍于巷陌冢间或粪尘中之蔽物，称为土衣。那也就是就人家舍掉的巷弄里面不要的，坟墓旁边的，或是有一些污垢啊，废弃物里面的不好的东西，配件啊等等啊，这些捡回来洗涤洗涤。你看世尊呢要求这些弟子们都不可以这样装饰自己的，那这个上面就是你根本就不要在这里起心动念，不要这样想了。那当然呢，这个福报也各不同啊。那居士啊，后来啊，比如说你出家，那你的家族里面的人啊，都还是会供养这个布啊。那这个布让你去做袈裟啊，做三衣啊。但是世尊有规定啊，这个布啊，你还没有满到你需要做这一件衣的这个布料，那你可以保留几天。啊，如果你还没有都不足，你也要舍出去，
是不可以让你这样。哦，我这步袂歹，安尼大大劈个压一劈，安尼嘿肯我慢慢啊走，是没有这样的。就是心中呢，连这个食衣住行都不起心动念了，你根本都不会有这些念头。那衣服啊，你也不可以多啊，你这该一件一件啊都各有了。那如果你要多续一件，不行的。那世尊为什么要这些修行人在衣上面不要做文章了？因为啊，修行啊，主要是心性上面。那你物质上面只要能够遮羞御寒热啊，就是让这个身体能够保护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所以啊，在十诵律里面呢，他讲啊，纳衣有十种利益啊。哪十种利益呢？再粗衣数，就是其实这是初步赏，初步衣赏。那数字也一定的。第二，少所求所，所以你在这上面也就不会一天到晚有想求索的心呢，啊，是不是简单嘛？啊，这简单换起来就这样，就这样子，你还会想那么多干什么？第三，随意可做，那到哪里呢？出家人嘛，就是啊，禅修啊，那不会像现在啊，地上都是混凝土啊，或是已经整修过，过去是大自然的环境啊，有草啊、土啊、灰尘啊。那所以啊，你要穿个很高级的，质量很好，你可不可能随地而坐？当然，我们还有隔开可以铺在下面的，叫尼斯坛啊。那就是这个就是要隔开自己跟地上的直接接触，或是可能伤及小虫啊。那基本上这些衣呢，都让自己能够随意就可以修行，那随意可握。就走到哪里，然后要休息的就可以使用。以前的三衣啊，里面的九衣其实就是自己每天晚上要盖的棉被的意思。所以九衣是双重的，五衣是做劳务，那七衣呢，好像要忏悔啊、听经啊这些。那九衣呢，那当然就是大衣。九衣的话，就是你出去那有。大的这种礼仪的地方，大的环境说法都要穿九衣，但是晚上睡觉呢，也是这个九衣啊，也是九衣这样盖着，这样而已。所以是不是够简单了？是不是够简单？那如果真的要修行，其实随遇而安呢？如果不修行，光在这个衣食上面啊，就搞不完的游戏呀，对不对？那第五叫晚着容易，就是容易洗涤呀。要洗都很简单啊。第六，少虫瓤啊，因为这些衣服啊，它一天到晚在使用，其实我们衣服常常坏，要不就洗坏的啊。那现在洗坏的衣裳少了啊，那你放在橱子里才会被蛀虫所咬嘛，那没有用，你每天在洗啊，在身上怎么可能还有蛀虫去咬到它？很少，所以少虫瓤易染啊。世尊有规定啊。出家人呢这个衣啊不没有正色，就是说它都是一些比较它有特殊规定啊，青黑木蓝啊，就是有那个色泽不会很鲜艳啊，那让这些出家人呢不起在这个颜色上面啊都多变化，所以易染啊，好染难坏啊，不容易坏。第九，更不余衣，也不会再续很多其他多余的衣服。那最重要是不失求道。那你如果在衣上面呢，有所厘清的话，你主要是要求道业嘛，对不对？那不失你求道的这个基础，这个基础要掌握好。那在上面呢，就看每个人怎么去感受了。那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他讲啊，穿这个纳衣啊，就出家人的这个衣啊，它有十种利益。这另外的一个论述，他讲第一惭愧，第二防寒热等，第三表示沙门之仪法，就是出家人应该有的这种仪法，第四天人恭敬，第五无贪好，第六随顺即灭，无烦恼炽然，根本就不用起烦恼心，第七有恶意见，如果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心思不对的啊，那你就很容易发现啊，因为在这上面还要做文章吗？根本就不会。第八，无余物之庄严，因为就没有那么多琐琐碎碎的那些东西呀、来装饰你自己，反而显得单纯多了。第九，随顺八圣道，也是八正道。第十，精进行道，无染无心。一穿上这件袈裟，你出了家就知道你是为了精进行道嘛。那这在衣服上面呢，我们要懂得如何超越。那刚刚有讲啊，富润屋啊，有钱的人其实就会开始在自己居住的环境里面有会做一些修饰嘛。那如果我们真正懂得德润身，其实人要修持啊，要修持啊，这个功德力啊，内德啊，这个精神层次才能够真正让你的法身慧命啊，让你这个人呢、活得好，那也能够敬畏来际，直到跳出六道轮回。所以啊，是要装饰于外在呢，还是这个内在要有所提升？我想听了这些，应该都能做个分别啦，应该知道要怎么办。那富贵其实是每个人的因缘福报，它并没有错。那富的话就不要悭贪，那你在使用上也不要过分了，要不要过分糟蹋福报。那现在的人对于这个房屋啊跟自己所有物啊，确实是比过去来的多，来的复杂。现在搬家都要卡车卡车卡车，以前呢、那你要看到电视里面这一个小小的牛车啊，那后面几箱就好了。你要从南走到北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包袱啊，对不对？里面还几块干粮，走几个月都是可以完成你生命想要的那种自由。那现在大概不一样，现在都要皮箱啊，那要上个飞机啊，斤斤计较。嘿，这行李可以几个？拿几公斤？是不是啊？好，那这里有讲到呢，如果有众生呢、他这个增上一点环境不错的，要得到一切宝庄严具，那也会满他的愿。所谓的花曼涂香古月众伎，随他的心意啊，那可以把玩，也可以使用娱乐。这个地方的花曼呢，就是以丝缀花结于颈项或装饰于身上，这是印度的风俗之一。所以很多人他去印度的话，都有印度风，印度风，他们就喜欢挂一些东西，然后挂一些东西，他手上挂好多好多，腰上也挂好多好多，那有的是在头上也会挂，在这个就是项链啊，这个好多好多的装饰品，这是风俗啊。那在世尊规定，比丘是不可以的，他不可以挂这些在身上，不可以装饰它。那只能如果有这些东西能悬挂在室内，就是墙壁上，或是供养佛。啊，世上佛带不带？不带啦。那只是众生呢，总是觉得这是漂亮庄严的，想要赤诚的，我把这个美好的我认为漂亮的东西供养之心可以分享，那也愿意这佛菩萨来享用。那所谓的涂香在印度呢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暑热。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发臭，是因为有湿气跟有热度。那所以这个暑热盛烈的地方总是会有产生一些味道，身体会有特别的味道。那这种暑热闷热嘛，对不对？所以人体产生臭气，那它的风俗呢，就是用旃檀香、旃檀木，那给它捣成粉，或水调之，用涂其身，在身体的一些重要的部位涂一涂。那佛呢，就制定喽，不可以哦，比丘跟沙弥啊，你不可以涂香哦，你不可以去用一些香料来让自己减免身上的体味。因为你要自己常常观察自己，这个叫垢秽啊，36种秽物啊，这个身啊，观身不净啊，这样比较好成就。
所以呢，比丘跟沙弥啊都不可以涂香或是带着香花幔，但是这个香花幔呢、啊，这些是可以供养的，供养三世一切诸佛。那这个所谓的涂香啊，在法会的现场就有啊。那像这个旃檀啊，捣成的粉末啊，它会和泥啊，所以叫香泥啊。啊，那什么？然后把世尊要讲说法的一场大法会的场地啊，就用这种泥啊，给它铺上啊，铺上大家在那里就提起正念，因为檀香本身也旃檀香，也就是沉水沉香，本身也是药，它会让人整个精神宁静下来啊。那所以呢，啊，这个是在讲，如果呢，当然这是就着印度的风俗。如果啊众生想要花幔涂香啊，啊甚至于在音乐上面啊有所啊这个有所研究啊，也能够玩赏的话啊，这个药师佛也愿意满他的愿啊。说到这个是真的，当我们啊去到那边的时候，就看到他在路边呢、啊，就常常会有一些他自己敲那种小小的鼓啊，啊小小的鼓，那还有吹那种乐器，那他们穿的就是。就真的很传统的印度的那种衣服，他脸好黑啊，衣服好白，颜色非常的鲜艳，然后他们自己在那边吹鼓啊，然后就自己唱，就是唱那四句偈，就是为什么在佛经里面有很多偈啊，重诵的部分呢、啊、我们是长行，长行就是经文嘛，那他最后会有个四句偈，偈啊等等，他们就那边一直唱唱啊，他唱得好开心啊，跳得好开心啊，啊跳跳之后，他就希望你能够给他一点赏赐，这样子。那你看他们啊，全家大小都一起在那边唱，啊还有好多舞哦。那你会想，哎呀，原来啊，他们真的是这样啊，这叫古乐重祭，这是风俗习惯。那我们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啊，这些鼓乐啊这些东西它作用就不一样了。所谓的鼓是敲打的乐器之一啊。啊那它的材料有金玉木石，各种形状都有。那我们到中国来之后都把它作为寺院中常用的法器啊，那作为提起正念呢也能和啊。啊要不然呢唱起来零零落落，不能够整齐划一嘛。所以基本上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它的用途主要分为斋鼓，就是要过堂的时候时时所用的云鼓，是斋鼓，还有玉鼓。那以前像我们看到这些祖师大德的记录大家要玉时所用，就是烧水烧好了大家可以去沐浴了，他就会集这个鼓通知说啊，可以去澡堂洗澡了。那不是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是热水器一开就有啦，是不是？啊，不是这样的，它有规定的，有规定的。啊，那要还有就是怎么样的轮呢？啊，那这个执事的大小啊，里面的这样分。啊，那还有呢，就是诵经啊、梵呗的时候会使用这个鼓。印度啊，这个鼓作为报时跟警报之用，就是报这个时间呢、啊、跟警报。那我们中国唐代以后是用在僧堂规律跟形式报时，也就该做什么事啊，集众鼓啊，大家就知道啊、哦、应该汇集在哪里了啊，自己要上什么课啊，这样子的。那像寺院里面它有钟鼓楼啊，有鼓跟钟相对安置在大殿的两边嘛，所以左钟右鼓，只有集钟鼓啊。这个为什么这个经典里面都会讲到鼓乐重祭啊？是因为啊，倒立天呢、啊，这个当然是佛说法，佛不是会上倒立天说法吗？那佛能看到三界的一切境况嘛，十法界他都无障碍，所以在倒立天呢、啊。这个善法堂啊的鼓不打自鸣，他这个善法堂的鼓啊，他会自己就发出声音来。那大家呢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都会起惧恶生善之心，这叫天鼓。就是如果你做错什么事，哎，这个鼓，好像知道我做错事哦，你心中就会惧怕反省。
那如果发起善心啊，就会很欢喜，那个鼓声呢，会让你感受得到，所以这叫天鼓。那还有一种鼓叫毒鼓，就是啊，把这个鼓涂上毒药，在上面弄了毒药，然后打，闻到这个声音的人就会死，这个叫毒鼓。啊，事实上有没有毒鼓？其实这是譬喻，这譬喻说这个天鼓啊，让听了的人能生善念，恶消弭了。那毒鼓啊，譬喻这譬喻啊，比喻说你有恶念的时候，那你一听这个鼓声，提起正念，啊，这个恶就不敢做。像我们在中国，我们不是有那个大庆吗？有没有大庆啊？啊，大庆哐哦，是不是提起正念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也有譬喻啊，这个鼓啊，如果是要说佛法叫天鼓啊，如果毁谤佛法就叫毒鼓。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啊，也有一个说法叫毒鼓结缘，也就是有的人听闻佛法是不是不开心不喜欢，甚至会毁谤啊？那这种也不怕，你不怕你啊，因为你既然会去分辨啊，这个啊是会骗骗去啊，我不爱啊，叫我都假财，嚯！违逆了我的需求，啊，给我的啊，帮助别人，把自己物品给别人，哦，这讨个便宜，有的人是会抗争，就认为说要保护自己嘛。啊，像这些理念呐，纵使他现在毁谤也无所谓。事实上，你会毁谤，你是不是深植在里面有一个较量之心？意思，八识田中是不是种下这个东西？只是你选择保护自己的那个部分。那等到你慢慢修行，慢慢修行，到有一天呢？有一天别人来帮助你，或是你的果报现前，那你知道哦，原来就是我过去太自私自利了，坏太牵吝了。这个时候诶，那当时人家就叫我布施，人家叫我帮助别人，我都不肯。那个时候原来你认为错的事情就变对了。所以是不是毒蛊也结缘呢？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呢，我们都不害怕。有些人呢，听闻佛法，伊都甲你骂呀，啊，卖讲遐有诶无诶啊，啊，恁佛教诶人吼，讲到遐，听落气场，有的人就会反而毁谤啊，或说啊，有什么因果？啊，事实上他自己回去心里知不知道有因果？他也知道做好心嘛，好心好呆嘛，对不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只是他不愿意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不愿意遵照这个准则，那这些人是不是心中有这个东西进去了、啊、只要有进去就好了，只是什么时候发生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人家那毁谤三宝、啊、毁谤佛法，虽然佛经里面讲、啊、会下地狱啊，其实我们心中都没有想要他下地狱，都没有去想到他要他下地狱，都没有偷偷的在祝福，希望他赶快发生作用这样就好了。什么下地狱不下地狱，那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不要做那样，不要毁谤，那这样子对自己不好，那你也遮障了别人学习，这样的意思。那这个妓院呢，妓院啊，世尊啊在长阿含经里面有讲啊，他说啊，妓院有六种失，他有过失啊，因为你常常在玩把啊，就是这些乐器啊，一天到晚就进入到乐曲当中，是有些时候会懈怠啊，该做的事不做、啊、那每天在追求这个乐曲当中的享乐、啊、所以呢世尊后来就规定啊，不可以啊，为了娱乐的目的而来制造这些音乐，他说不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要供养为目的来做这些妓乐，那是可以的、啊、因为为了供养意思说你赤诚心啊，可能就是梵呗嘛，加上了一些佛法的概念啊，这样可以。可是你不可以说啊，那不可以说啊，我现在想玩呐、啊，好听啊啊等等的，所以沉迷在这些音乐当中。那所以这十二大愿呢，事实上是改善环境啊，啊真的是善巧方便啊，希望众生呢，透过你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我都愿意给你满足，这个都是善巧方便啊。那希望你从这个满足里面呢，
啊，现世的利益啊，环境你改善了，那听进我的佛法吧，那因你能够持续去修行，这才是药师佛他所有的愿的中心思想，他毕竟想要的是这个。那这十二大愿大家也都是简单的都是了解了。那我们说我们众生呢，对衣服饮食这些东西会不会执着？会啊。有一部经叫《维摩诘经》啊，那《维摩诘经》里面有一段呢很精彩，它是在讲啊，在《维摩诘经》里面的观众生品，这是第七品。那第七品呢，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跟着很多佛的大弟子啊去探望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住在毗耶离城里面，他也是一个法身大士菩萨，他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那边谈论佛法，那因为有天人呢，天人听了这维摩诘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哦，非常的赞叹，于是就天花就是散花天花供养。那这个天花天人散这个天花下来，那这个菩萨对这个衣服饮食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没有执着，所以花落下来，这菩萨也不会起心动念，然后这个花就自然的就掉到地上。那这个声闻呢，声闻就是舍利佛啊这些呢，花掉，花从天上啊，天女散花散下来之后，诶，底下啊就掉掉，诶，底下啊就掉掉，因为他有执着，他有执着，所以花就粘在上面了，啊，粘在上面啊，这舍利佛，哎，这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出家人啊，这个花落在我身上，啊，真不庄严，口口背口口背，怎么样都除不去，神力亦难除。这个就在讲啊，菩萨已经断了一切的分别想，所以他天花不着身了，他就没有这些执着。但是当时的这声闻，佛的弟子们，他还没有断除这个分别想，他会害怕生死啊。他会怕生死，那所以啊，对于五欲的东西啊，色声香味触这种东西，他就会产生一些现象，那这些呢，就是一个比喻啊。事实上人，如果你在这上面已经超越了，你大概就不会在这里有烦恼。那我们如果没超越的，死了之后都觉得好冷啊，很多是不是很多王者哦，这寒啊，这厝的人讲啊，阮阿公拢无衫穿，有无？啊，无衫穿，所以较紧来去烧一挂衫给伊，对不对？啊，阮阿妈拢无饭食，啊，要安怎？吼，无通啊，逐工煮饭给伊食，要烧一挂苦钱给伊家己买。是不是很多的想法？他没有费用啊，没什么，其实都是在一种执着的状态。所以你死亡之后，都会有一个意识结构起来的身体，那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叫中阴身啊。如果你一直在这种状态之下，精神层次，我们上次不是讲鬼啊，他们是不是思识啊？是不是思识啊？那这个所有的一切，他都会有他想象的饱足与否啊，那种条件一直在，于是就会跟你索取。啊，你如果懂的话，就是要说法；你不懂的话，你安怎修好伊，伊嘛是用完的无啊。啊，这等食饱，一等干的胃枵，因为他的饥渴永远存在。所以为什么有佛事？佛事的话，就是他有供养啊，让你吃饱，开始说法给你听，然后最后跟你讲要修行。